嗨，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麻烦老师看一下桌上的任务卡。任务啊，任务卡。请您亲手为制作人准备一份新春礼物——年画。在正式开始准备礼物之前，需要先进行一个挑战，挑战结果将决定礼物准备难度，请抽签决定挑战任务。是什么挑战？不要吓我好不好？啊，真的是有这么一个任务。来，上签。这么大吗？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抽签对吗？不会是什么特别高难度的挑战吧？嗯，哎，其实挺应景的啊。贴老虎挑战需要蒙着眼，在30秒内给老虎贴脸，位置基本准确则视为成功。如挑战成功，我就可以自由作画。啊，应该是可以自由画一个年画了啊。如果挑战失败，需要一笔画完年画。我的天哪！啊，你们还记得我的各种灵魂画作吧？啊，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待。这里有这个1、2、3、4、5、6个物件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给我的这个难度增加这个挑战系数的眼罩啊，一会儿我自己把它戴上，以及一个只有头没有脸的老虎啊，一个王字，这个应该是两只眼睛。好，还有一个哎，点睛之笔。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啊，因为它正反两面都有，也怕我这个因为眼睛看不见贴了一个寂寞。好，我现在就可以开始贴了，对吧？好，对，要先戴上眼罩。来，我们工作人员计个时哈，看吴磊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吴磊老师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说开始啦。准备好了，来计时开始。开始，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而您并没有暂停时间的疑问。你不要给我增加紧张感觉，我感觉我现在好紧张，原来戴上眼罩之后是这么的恐怖啊。时间到。你现在作弊啊。啊，好了，可以了吗？来，摘下眼罩。OK。哈哈哈哈哈哈！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一下吴磊老师究竟有没有挑战成功呢？好，我觉得他的灵魂呢，就是他的这个。啊，这个头顶上这个王字呢还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但是他的这个五官呢发生了一丝丝这个标准的偏移，但是并没有偏离太远啊，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挑战成功啊，各位啊，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小小的面子，大过年的嘛，开心就好。大过年的开心就好，那我现在宣布吴磊老师挑战成功。耶耶耶，好，谢谢。我们从镜头上可以看出，吴磊老师画的实在是非常的好。为了给您作画增加一些难度跟趣味，在这里我们要提问你几个有意思的小问题。好的。哇，我现在已经紧张的不行了，别看我装模作样的画，其实画的特别抽象。好，请问吧。好，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您是华瑞员工，最希望公司在年会的时候发什么奖品呢？我希望大家的奖品，华瑞，如果我是员工的话，希望李总给我发一本房产证，谢谢。我相信如果您真的是华瑞的员工，李总说不会考虑一下的。只要他不开除我就可以了，我的要求应该不会过分啊。谢谢李总，谢谢李总啊。
好，那我们进行到下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希望您做个句子，是要以今天是大年初六，李泽言为开头，然后制作人为结尾进行造句，不少于30个字。这么难吗？李泽言为开头，就是李泽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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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人，对吗？李泽言大年初六的时候很早就起床了，因为他非常非常想念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制作人。来，工作人员帮吴磊老师数一数，这个字数达到30个了吗？没有吗？耶、yeah！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有些难度了，不可以这么简单。吴磊老师，请给李泽言和制作人想一个 CP 名。这个好像挺难的啊。李泽言和制作人 CP 名，制作人，哎，一边作画一边想好了是吧？至理名言怎么样？吴老师，哎，你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你跟李泽言的关系吗？我觉得我们是这个事业上的好伙伴，惺惺相惜。每当李总出现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也会非常非常的安定。当然，李总有的时候也会，时不时出现在我的世界当中。跟我来那么一丝丝小小的互动，让我觉得特别受宠若惊。所以基于这一点，我觉得也许我们日常的交流在大家视野范围内的交流可能并不多，但是因为一方面是李总太繁忙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李总更在意的是制作人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活的一个小小的时间段里面有一丝丝惺惺相惜，这就是我的感受。说儿话怎么样？我其实很尴尬啊，我觉得我就这样吧，我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发现了是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啊。其实大家都能看到，首先就是咱们中国人特别特别喜欢，也特别特别具有传统意义和喜庆的颜色，红色。那么中间其实这张纸上啊，龙凤呈祥，而且是金色的龙凤呈祥，所以我觉得在上面画什么可能都是多余的。于是呢，我就画了，我也不知道像不像啊，梅兰竹菊啊，这个纸好薄，怕特别啊。这边是梅花，然后兰花啊，竹菊，然后和有一些我们中国人传统当中非常非常喜爱的素雅的植物在其中，也有我们的红色衬托，这就是送给大家的一份虎年的新春祝福。谢谢老师为制作人准备的年画，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汤圆寓意着圆满，祝福老师新的一年和这个老虎汤圆一样虎虎生风，圆圆满满。哇，这绝对是现煮的汤圆。好嘛，那现在吃出来了，芝麻馅的，好吃。各位制作人，新年快乐！相信在即将到来的虎年里，有李总坐镇，所有的水逆也好啊，霉运也罢，都会通通退散。那么又到了我们中国人互相祝福的时刻了，有一份祝福送给制作人，同时也送给我自己。希望在虎年当中啊，一个吉祥如意的虎年当中，所有的人，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工作摸鱼两不误，并且轻轻松松实现早日暴富的梦想。加油，新年快乐，虎年吉祥。